第30届亚洲棒球锦标赛3号在台北大巨蛋登场，开幕战晚上6点由中华队出战南韩队，是大巨蛋启用后第一场正式比赛，也把亚锦赛受关注的程度拉到空前高点。过去就算亚锦赛在台湾举办，也很少有一票难求的问题，但今年主球场设在新落成的大巨蛋都相当有话题性，凸显今年亚锦赛对台湾棒球的重要性。过去亚锦赛一度是奥运资格赛的赛事，但棒球不再是奥运必办项目后，加上各国棒球环境，选手会主要以自己职棒生涯发展为考量调整，辛苦奋战整季后，很少有职棒球员会愿意打亚锦赛，导致这项比赛形同鸡肋。不过国内许多年轻球员有兵役问题，这些球员被列管后，亚锦赛就有义务接受征召参加，像是上届2019年亚锦赛，张玉成、林子伟等旅美球员就有参加，借此方式组成顶尖队伍，让中华队4年前拿到暌违19年的亚锦赛冠军。今年许多非一级国际性赛事都不再由职棒球员为主体，今年亚锦赛台湾再次身为地主，又有开箱大巨蛋面子的中华队，亚锦赛似乎就有另类输不得的压力，阵容可以说是近几届亚锦赛最强。24人名单有超过3/4是职棒选手，多数属于年轻未来性十足的球员，让这支亚锦赛中华队显得青春且强势。中华队在预赛与南韩、巴勒斯坦、香港分在 A 组，分组前二可晋级复赛超级循环赛，复赛前二队伍将晋级10号冠军战，几乎全职棒球员，大巨蛋室内看球体验等因素，光球迷抢票就被形容是前哨战。第一波开放的1.3万张门票转眼全数售罄，第二波近4000张及第三波1000张售票也是秒杀，届时日韩两队会是中华队卫冕路上最强劲敌。南韩虽职业球员人数不如中华队，但依旧有不少职棒新星加入，日本则是以玩球能力顶尖的日本社会人组成，还有不少人是今年杭州亚运及去年U23世界杯日本国手，国际赛经验丰富。